Badham 幼儿园，巴德姆幼儿园。我们的摇篮曲又睡在很差的位置，这边很不想去群。他们可能真的在那边。哦，在这儿，还好，发现了一位。哎呦，不止一位，这个速度的话，他把我带走，然后他那个雪人会回来，我们再回去。哦，没有回来修。可以，我的图腾没有被拆，说明他应该没有在那个这个双梯下面。我的猜测了。Very nice。那机器太远了，肯定已经都跑了，对吧？冲过去救人，倒一下这个 Rainy， 嗨，这种贴膜就。不应该这么跑，他们还是修起来一台了。看看啊，跟那个雪柔，穿护士装那个雪柔，他应该就在这个楼附近。OK， you must die， 把我的摇篮曲给拆了。Shit， 上来了。这位是会的，他没有救人。来了，看到他了。每人挡一刀很好啊。哎，居然这个都砸到我了，有点讶异，说实在的。好像还有人在附近加血，我靠，听到那个拉绷带的声音了。我挂到那边，这个钩子不太好守，挂这边，挂这儿吧，这个地方可以守三台机器。它不是我们的血祭品。哎，手贱摸了一下，跑那边去了，又回来了。哦，大家都来救人了，非常好，大团圆。哎，谁？你来挡刀吗？那说是，我们的油灯还不够多呀，他们已经洗两台了，三台，不是，哦，看到那个谁了，雪柔，这个雪柔是比较会的，我们可能要注意盯防一下。可能还有打头，我感觉真的还有。
雪茹，你要来挡一下刀了，不然，哎呦，拍一下这个机器吧，这边四台机器我们就要守一下。Very unfortunate。哎。哎，跌血没事，那也行，我会把这个当成你给我的礼物吧，对吧？我们因为我们还要攒油灯，攒油灯的那个 stack 来不及了，跌血，还真有，这个人是挺会的。他应该不会走这边，对，但是我还是试一下。他们回去修那个机器去了。看看啊，在哪里？那里有两位，其实。对，三个人都受伤了，他们机器。很难能修起来了。五盏燃油灯，走，刚跑没多久，这个应该是那个雪柔。他要去救人去了。三、二、一，没来呀、啊。这个机器要守住，因为在我们三台机器的中间。好的，抓一下。就挺想抓雪柔的，但是他好像跑得比较好。他往这边走。他在这个车子后面吧，着急翻版了。大家又受伤了，还有 DH 一直没用到。哎，没翻过来。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把那个双 T 下面那台机器给修好了。哦，不是，再见了。不是，不加血，直接冲机器啊！他们呀，好吧，甭管他。表白主播打得也太好了，谢谢，接受你的表白。在楼里面，他们现在是多排的话，就是两个人应该
分开，然后一个人就是在浪费我时间，另一个人修机器就行了。听到声音了。这一刀我都没看到人，是自动瞄准瞄的，可惜了，队友不利。刚走，他那个血迹刚刚的。我已猜到你的 DH， 但是我还是吃了。往哪里看？啊，我看能不能升起发展台灯、油灯。它是一挂，所以还可以再挂它一次。我们还可以再挂它一次。我们去窗厅里边看一下机器，然后再回来。在追，好，没人修，进度很不错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往这边走。Sorry。然后你又把我打头了，打头之后我就不能攒油灯了。好、哦，没有，那就感谢你奉献了我们的下一盏油灯。下水道，好 GG's， 这组不错，这组那个雪柔打得很好，其他人也不赖了，其实带了地图。